好，俾嗰个刚刚捉到衣背咧，逃嫁嘅你咧，而家你真系成长咗咯，大个咗啦，直到最后一刻都冇货，真系太好啦，唔系应该闹佢咩？你呢个咩啊？你根本唔识精灵系嘛？你对精灵冇爱定乜鬼嘢？你嘅战斗方式咧，同埋你对呢个精灵咧投入太多嘅关爱，或者就系因为咁咧，呢、這个破绽令你冇办法赢。总之太精彩啦，两个对战。我谂你应该明白，清霸咗之后咧，靠嘅唔止系你一个人力量，你同精灵之间系绝妙嘅搭配咧，实在令人不得不佩服。跟我来吧。好，情侣 VX 单身啊，系啊，确实写下了记录啦。好，咁啊，历代精灵联盟嗰度咧，每一只咧喺训练家身边大展身手嘅精灵咧，都会喺度咧记录住，作为呢个永恒嘅表扬嘅。精灵训练家就咁咧，将呢个表扬咧称呼为登入名人堂啊！呢一个系至高无上嘅喜悦。经历咗咧激烈嘅对战后咧，成为咗联盟冠军。而家就等我哋将呢个名咧记录喺度啦。好靓喎呢个殿堂都，但系冇得自己行，好可惜。嗯，佢如果唔食药，我都唔会出急冻了，我都唔会用双人战术打赢佢。哦，完啦，结局啦，恭喜登入名人堂。呢、这、一个同。BDS 嘅新門差唔多樣啦，咁啊可以睇得出個畫面勁靚啦，個通關啊，咁我哋睇下李如龍啦，係啦，除咗急凍鳥中途插入嚟之外，其餘嗰五隻我都係由低升起嘅咯，我話係三地鼠就係其他人換咗嚟嘅，大食花就喇叭開始練嘅，奇異花就係由奇異種子開始練啦，係呢個最強輸出啊，最強輸出嘅大食花，你見佢招邊真係非常之強啊，好啦。我哋已经成功进入咗呢一个名人堂爆个机啦，一周目嘅话，好，仲有大部一嚟会讲真系精彩嘅战斗，不需要正义靠影分身啊！好，我哋可以揿啦，再 ，OK， 好啦，咁啊结束啦，系啦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咁呢个 Let's Go 嘅一周目呢就告一段落啦，咁接下来就应该系二周目啦，自由活动嘅时间，咁我都将会探索一下二周目有啲咩玩啊。好啦，咁啊例牌啦，例牌呢一个嘅讲感想时间啊，讲感想时间啦，咁呢啲 game 呢就一开始睇嘅时候都想玩，因为佢呢个作为 Switch 嘅新作啦，即系第一次系 Switch 出嘅外传啦，就唔系正传嚟嘅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外传啦，比较可惜，但系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啦，系啦，好似 Pokemon Go 咁啦，我掉精灵，即系捉精灵去升咧，就都唔错嘅。另外就系都保留翻佢个战斗啦，之前就系唔知几次听过咧，佢打战斗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呢个 game 咧会冇战斗元素，系啦，嗰阵话嗰阵流传嘅，咁之后就后屘就唔知系咪因为改咗啦，定系一路都有战斗嘅，系啦，但系就冇乜点透露太过详细，系啦，咁啊冇拎走系战斗系名字嘅，或者系加个战斗系名字嘅，因为始终 Pokemon 有战斗呢个元素先至更加好玩啦，可以话系育成，即系自己养一只宠之后再去攞冠军啊，或者去练咧就唔错嘅。即系多数啲育成都系咁嘅样啦，你练一隻虫，跟住拎去打啲咩活动啊，打比赛啊，打对战啊，嗰啲都好好玩嘅。咁其余都系啊，始终系一个新作啦，咁所以都玩得都几好嘅，真系好好多啦，比起以往嘅格仔型啦，系啦，以往嘅 3DS 嘅格仔真系好好多，因为呢一个可以话系一个高清化啦，高清化 Switch 嘅机能性能啦，系啦。咁所以都正常嘅，不过就唯一唔好之余就可能系啲人物啦，啲人物个样就太过卡通化啦。我自己就对卡通化就冇咩特别嘅，但系太过卡通化嘅话就唔系咁好啦。你讲紧一开始嗰代咧，即系讲紧金银版咧，其实虽然话就话系八 bit 嗰啲咁嘅卡带形式咧，起晒格嗰啲咧，像素图啊，咁但系都好多人玩嘅，系啦，都好多人玩啦，可能系一啲上咗年纪啊。后生廿几三十岁都可能会玩嘅呢一个，咁但系去到大啲，好似呢啲咁咧，呢啲好都如果唔系忠实 fans 都好少会真系买嚟玩嘅，系啦，好少话买嚟玩，因为都太卡通啦，太过卡通，太过咩啦，就觉得我自己觉得 Pokemon 可以系一个画风比较偏向青少年啲啦，青少年向嘅画风其实唔错嘅，但系就呢家就儿童风啦，系咯。
但就重就冇咩特別㗎啦，係啊，重就勁得意啊，啲重就勁可愛啦，我又話係，咁啊有平滑啦，有平滑又可愛啦，跟住又平滑係啦，平滑可愛，亦都流暢啦，係啊，流暢到都唔係話太差，不過可能開唔知大家覺唔覺啦，開道具嘅時候嗰一下咧會窒一窒，開道具嗰下會窒一窒，我睇過係啦，咁呢一個可能係少少嘅缺點啦，咁其餘就都幾流暢。都唔错嘅，都唔错。咁睇下下一代啦，即系新嘅世代，一定系 Switch 度出嘅啦，系啦。咁只不过呢个 game 系一个外传同埋一个试水温啦，可以话系。好啦，咁啊已经翻咗嚟上马镇啦。好啦，揾啲咩喺度？俾咗花衣贝。咁啊，衣贝嘅声优都非常之可爱啦，佢嘅声优。同埋就可以更加见到啲精灵啦，因为佢可以骑精灵啦，同埋你可以跟随精灵。咁啊 ，Dino 爆机系啦。咁啊，总括而言咧，你评分十分满分嚟讲啊，俾8.5分啦，8.5分。嗯，咁啊，可能有少少分差咗嘅就系可能系因为得第一代啦，冇其他嘅世代，即系净系得第一代啦。不过就唔太大问题，不过始终都会扣我分，系啊，扣我分啊。如果你多啲嘅话就更加好嘅。因为始终你讲紧 Pokemon 都起码7-8代啦，新 Moon 唔知系咪第8代啦已经。